the Piole 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 where the pilots of Generation Blue Water are being trained. 航母的出现确实能激起像我们那个时候年纪的男孩子的兴趣和向往，我心底种下了一颗种子。 在20年的时候，我加入了海军航空大学，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的梦想变得触手可及。 这是一个飞行演示风洞，通过推杆来改变风速的大小，实际上的话就是演示了像给飞机提供动力。两位同学来试一下，不够。3年的时间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学习更多的航理知识，以后上机的时候也会变得更加的得心应手。在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挑战还是很多的。 全体注意，上气机。大一的时候呢，我去航海实习，在船上。当时我觉得，只要在船上站着，就有天旋地转的感觉。但是我的心里确实没有松懈过，我很明确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前倾，后仰，不会那么轻易被困难打倒。最好是身体平衡。未来的3年，一定是充满了高频度的这种飞行训练。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面对这种挑战。 This is the Seahawk Air Modeling Club. When it was set up in 2014, it was to make model planes. But today, it's used to train pilots. 舰载机飞行学员呢，他必须要学习很多航空理论的课程，包括飞机构造、飞行原理、飞机动力装置、机载设备等等。通过制作一架航模呢，就能将这些理论课程啊，形成一个整体的思维，建立起。 基础的一个态势感知能力和条件反射，我们针对飞行人才培养研制了一些适应他培养的一些装备，比如说我们这个第一视角的这个飞行器，戴上这个 VR 眼镜，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摄像头，装在这个飞机上，就等于是飞行员坐在座舱里看飞机，给予其更为真实的沉浸式的飞行体验。 这是我们为飞行学员量身定制的，目前来看，用了2年的时间，效果还是很明显的。The program combines systematic study and simulator practice. The selection process is strict and the elimination rate is high, but Tianjing Shuo is determined. 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有机会接触了我们的飞鲨战机，当时点燃起我内心火焰的那个大玩具。 就在我的脸上，就在我的身边，近距离的去看到它，摸到它，这是很让人兴奋的一件事情。幺洞3进跑道，就我觉得离我的梦想是越来越近了。高度350，高度有点高了啊，5点油门，90，啊，提得高一点，提得高一点。 If Tianjing Shuo passes, he will go to the carrier training base in July, where Wang Peng has been since 2018. 我是2015年参加招飞入伍，在19年的时候被选拔来飞舰载机。Wang Peng is the youngest carrier pilot in his cohort. Unlike earlier cohorts and the majority of his peers, he's enrolled in an experimental training mode. 我们路径试训呢，首先是在生长模式培养的成功基础上，然后更加优化这个培养路径。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机型，使我们的年轻的飞行员取得航母执照认证，提高我们的训练效益，节省训练资源。期望是大幅度缩短战斗力的生成周期。再出，到位。 Fewer flight hours, fewer plane types, while acquiring all the necessary skills.
以前的这种院校培养大部分集中在基础技能这一块，而我们现在这种院校培养更多的是做到了战训一体，从一名飞行学员到成长为一名舰载机飞行员再到一名战斗员，在院校全程可以完成。这也是时代的要求，时代的选择，我们需要培养更多更优秀的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Both instructors and cadets must constantly push their boundaries. 可以说我们在院校飞的所有的实战科目都是和部队接轨的。如果想从黄水海军发展成为蓝水海军的话，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在远海大洋拥有制空权，就是需要我们航母的舰载战斗机来完成。Wang Peng has completed the J-15 fighter curriculum.He qualified for daytime carrier landing in 2022. He says technical skills are only the beginning. 到部队呢，我想说进一步锤炼自己的战术素养，使自己真正的从一个飞行员完成向战斗员的转变。未来可能会面临到的冲突，害不害怕这种牺牲？作为军人呢，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天职，唯一想的就是如何能打赢。The Dalian Naval Academy is where the future of Generation Blue Water will be determined. 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士兵。我希望我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女舰长。我是2019年9月入伍。我在基层服役过两年。就是在我们一个。A captain's first duty is to protect the fleet. 对空台、通道台和中心台的。面对敌方发射的多枚反舰导弹连续来袭的这么一种响定情节，成功的去抗击所有的目标，来保证我们水面舰艇的安全。我担任的是通道台，也就是说发射导弹。教员会给我们设置一些临战的状态，在这里边我们可以进行集合一并的响定。你比如说，从我们发现目标到我们实际抗击结束，总共也就是几十秒钟的时间。战斗九报。这是需要我们学员具有很强的组织指挥和协同作战的能力。The cadets are confident but not complacent. 三号兵变，四号兵变，我第十六系统兵变，我第十六系统兵变，分配。二中的木指五两东幺 B 接收。五两东幺，五两东四，兵标已接收。红九 B 打击标五两东一至五两东四兵。红九 B 打击标五两东幺五两东四兵。红九 B 打击标五两东幺五两东四兵到五两东四兵。红旗十六打击目标五两东幺到五两东四兵。红旗十六打击五两东幺到五两东四兵。我们真实作战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目标。每一次的训练都会有新的问题发现，正是这些问题的发现，能够让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台阶上，不断的强化我们的这些技能。主要是培养他们组织指挥的能力和团队协作的这种精神，为将来成为一名合格的舰长，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随着现在战争形态的像。智能化、无人化加速推进，我们有危机感。东洋编队已到达指定区。东洋编队注意，运输船团东南方向存在敌潜艇，东洋编队进行空中支援。东洋正在前往 B 区。我明白。兵器推演俱乐部啊，它被誉为战争导演的魔术师。东洋编队注意，对三号目标实行反舰打击。航空集团，东洋编队收到。按照观点，进去的战斗位置一定在这个就是上一区的。参与兵器推演的两支战队。背对背，在全时对抗，一场比赛活动下来啊，我们常常要持续四个小时以上。东幺注意，敌潜艇出现于 A 方向，注意攻击。东幺收到，东幺已准备反潜武器。运输船的上空发现敌航空集团，东幺注意，预计于幺三洞洞对敌一号编队实施联合海空火力打击。我们要锻造他们一流的打仗本领。动摇注意，前出至 A 区域执行防空反导任务。And who or what threatens China? 所谓第一岛链，是西方提出的一个概念。The West Island Chain Containment Strategy identifies a series of archipelago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stretching from Russia to Southeast Asia. 这个岛链实际上是一个包围圈的概念。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也有海外利益。
在公海上进行海上活动，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诉求。也就是说，岛链其实是西方某些国家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吗？是这样，所以中国海军它一定要走向深蓝。中华民族和中国海军都有过非常屈辱的历史，那现在我们也要面对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现实挑战。所以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它既是一个民族的情结，也是一种很必然的选择。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八三舰教学训练驾驶室。舰艇的发展在走向大洋、走向世界这一个点抓住了我。各类舰船的全方位模拟训练。当时我给自己制定的目标就是，我想有一天能够驾驶着咱们祖国最先进的战舰，行驶在远海大洋上。在实际航行过程中，我们需要两者配合使用来观测海上的实际目标。我周围的人说，你一个女孩子来部队干什么？你能吃得了那个苦吗？但是我说我想来，我就是想成为一名军人。目标方位动两动，我们这款装备就是我们的操作装备。女生有女生的优势，恰恰是这些女生，她们比平常人更努力，侧向的激励了我们这些男生要对自己再严格一点。子弹是不分是男的还是女的。第二列左右两边的同学走出列。是。现在我们国家给我们女性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平台，像韦辉晓她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女兵很受一些启发，我们也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追逐去奋斗。当我向左打舵，我们的舵脚指示器就会显示左舵五。当我向右打舵，我们舵脚显示器又会显示右舵五。演示一下，可以试着往左打一下舵，这个航向刻度盘也是在转动的。后面的同学大家都过来试一下吧。欢迎来到驾驶室，这边是我们的航行灯控制器、信号灯控制器和自动汽笛控制器，这边是我们的内部通话系统，旁边这个黑色的显示器是我们的雷达系统。通过我们在海上的实习，可以了解舰船实际操作的一些流程，使我们在课本上学到的东西具体化，不那么抽象。当我操作舵机的时候仍然很紧张，因为我指挥着舰艇的航向，我需要时刻保持高度的紧张，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离我的梦想更近了一步。这些训练肯定是特别辛苦的，但是当一个人的目标特别明确的时候，就会有不竭的动力从你的内心中迸发出来。我从原来的爱哭的小姑娘变化成一个坚毅果敢的一个女军人。我觉得海军大战舰艇学院能够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舰长，是因为它的严格和细节，也培养我们这个严谨的作风。强大的海军离不开人，这也是为什么要持续培养思维更加开放的新型专业化指挥人才的原因。就像我们的院哥讲的一样，我们的事业在大海上。今年七月我们即将毕业，我将追赶我的下一个目标，将我所学的知识应用在舰艇部队中。随着海军建设转型的东风吧，我们正好是处在了这个浪潮中，我们赶上了一个走向深蓝的时代。我想对我的学弟们说，如果你有梦想，你愿意去追逐它，我相信你想要的终将会实现，因为只有心怀梦想才能让仰望变成现实。从事这个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的这些人，我们一直秉持着将舰载飞行铁律贯穿始终，把精准首技零用人在我们培养这个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各个维度都得到了贯彻落实，这样才有了如此飞快的发展。越向前发展，我们可能遇到的问题、挑战也会越来越多，但我相信年轻的飞行员他们一定能肩负起这个时代的责任，不怕付出，不怕流血，不怕牺牲。